政府农地休耕的政策哦，受到不少的批评，甚至因为农民无了解哦，颠倒来造成对政策的目的甲规定确实有误会。因此，双溪乡公所就特别邀请这农粮署中区分署长面对面哦，向农民来说明，并且来澄清误会，让农民对休耕的政策会当更加了解。政府近年来休耕措施都会随着农地实际使用状况和国家政策有所调整，针对休耕补助规定以及休耕地无妥善管理、任由荒废造成边仔农地损失等等的问题，有的农民嘛是无清楚。休耕哦，你政府真无公平啦，弄得快透啦，啊，产出边仔怎样呢？都去甲透啦，头前我拍去啦。双溪乡公所特别透过立委王惠美协助，邀请农粮署中区分署长到公所办理说明会，甲农民面对面沟通，彻底了解清楚。咱个农友吼，一直反映讲，休耕有足侪问题吼，唔是咱公所我当解说的吼，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吼。啊，看农民有啥物问题，啊，咱农粮署的长官吼，当场底下加回应，啊，先算嘛做一个宣导。啊，如果人讲农民讲的问题，若是有理的话吼，咱嘛希望讲啊，农委会当来来做一个修正，吼，保障咱农民的权益吼。啊，咱乡长非常重视咱农民的权益啦吼。啊，所以今仔日特别举办这个说明会，啊，大家做一个双向的沟通，啊，希望讲农民的权益嘛保障会条，啊，让咱中央政府嘛知影讲咱地方有啥物问题需要来解决。政府对农地休耕补助措施上重要目的是要让农地受用，避免过度利用，但农民并无充分了解，透过说明会增加休耕补助和活化农地的宣传效果，也听取农民建言和官员参考。多中华新闻，陈文清，山西采访报道。